感觉比小白还挺帅的。啊，挺帅的，跟我眼神对上了。咋整？不行，我都好几十岁的人了，我不能这样子。你看这个还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一个鸡毛掸子，好久没有见了。还有一个上面写的，颜值越高，社会责任越大。像我这种颜值，社会责任是不是贼大？开玩笑，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建国门东边1234567890111道巷，我们今天来到8道巷。然后一般我们搜到茶餐厅，是不是人均得到个8、9、10、100了？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了，人均50，让我一起看看吧。Go go go！ 下个雨吃个茶餐厅是吧？挺美的。哦，新开的呀。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！我天，这么多人认识我，感觉跟同学聚会一样。可以扫码点餐啊！可以扫码点，对对对。好，你们吃哪个好吃啊？小吃拼盘。小吃拼盘啊、哦，好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酸奶茶你们俩要不？我要个冰的。我要个滑蛋牛肉饭。小吃拼盘要一个鱼皮饺，牛百叶5块13，太阳蛋一个，鱼蛋6粒，厨师牌肠仔，然后再要一个港式牛腩捞面。OK， 下单。奶酱，是什么奶什么酱？那个炼奶跟咖啡酱。椰奶和咖啡酱。炼奶跟花生酱。啊，炼奶和花生酱。对不起，没说对。OK， 还差一个捞面没有上，等了20分钟，上了这么多，我们准备开吃。来，这个是个小吃拼盘，你像这个肠是4元，然后鱼蛋，然后这个鱼皮饺，太阳蛋是3块。这个牛百叶一上来，我们觉得稍微有点贵，这玩意儿15块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2块5一口。尝尝吧先。嗯，口感是挺好的，好吃是好吃的，它其实你算下来也并不是很便宜啊，跟市面上正常价格差不多。嗯，是一个太阳蛋，哇，嗯，它这里面是3种酱，有辣酱，有甜酱，还有一个是甜豉汁酱。再尝一下这个肠，我觉得这调味是可以的，调味 OK， 微微的辣，很好吃。鱼皮饺。小吃挺好吃的，不点牛百叶就不贵，是吧？你尝牛百叶，2块5一个。孩子吓得不敢尝了。是个牛肉饭，滑蛋牛肉饭，这不知道要几个蛋，看起来太爽了。这啥事儿显然没有我的好溜，干饭人专用勺，锃亮锃亮。滑蛋好嫩，这个调味不是很重，滑蛋的口感绝了。这米好像是泰式香米，长溜溜的。喝口奶茶。嗯，酸奶茶一定要喝冰的，一定要喝冰的，一定要喝冰的。然后吃一个这个菠萝油，热乎的，夹的冷黄油。哎，你看里面要化了。这皮是酥酥的，挺好吃的。有不好吃的菠萝油包吗？这个配这个，一般对老广人来说是下午茶，咱就把它吃成饭。你要是拍照发朋友圈还可以，你单独为了吃它，我觉得12还是有点小贵了。但好吃是真的好吃。直接尝你一口，你的后多是怎么样？嗯，嗯，真的不错。这种搭配方式几乎内陆很少吃，炼奶和花生酱，花生酱我们吃的很少是吧？反正西安吃的很少，很浓郁，又不齁，不会过于甜，过于咸，很有味道。这样的那点我尝一下。我不多吃。刚刚直接问你，你不吃，然后吃我给你多点点。带女孩子在一起也没必要是吧？你让来一点，让你来一点。26元的牛腩捞，我想2块、3块、4块、5块、6块、7块，它都有。嗯，它的牛肉味没有被酱料全部淹没，很软辣。嗯，你说这尖儿这是什么？你们俩一个人吃一口牛肉，吃饭吗？洋葱，牛肉可以啊。26元，我觉得本场最佳。哎，一看到面就想起我的蒜。害怕人家不愿意。等等等等，有没有美少女曾经在这个店里吃过蒜？怎么没了？面怎么没了？这怎么2口就没了？一口半，终于不是3口了。
以后请叫我一口半女子。总结一下吧，就是好吃跟性价比齐飞的啊，这个第一。小吃拼盘除了牛肚之外，第二，然后稍微有点慢，可能是厨子少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，喜欢小伙伴记得点点赞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奶茶可以，不甜我觉得很 OK。你要想加糖，你自己加糖。上次我们吃的那个新疆炒米粉是香辣和爆辣，今天搞一个麻辣鲜香的重庆小面，这家是一个四川人给我推荐的，号称贼正宗的一家重庆小面，我一直在那么 go 老街摊摊面来啦，这会儿有吗？有，搞一个摊摊面。和小面有什么区别啊？摊摊面是个干拌的，是个醋干拌，是我们招牌面。哦，醋干拌哦，豌杂是加了豌豆和杂酱是吧？摊摊面怎么样？还是豌杂面？豌杂面、摊摊面、肥肠面、加煎蛋。哎呀，还有一个猫，好可爱哦！哦，你看它这个样子。多，你哪里人？我是从南充的。南充哦。好萌哦，像个熊猫啊，真的好亲人这只猫猫。开始啊，我们凉面上来啦，然后这个是豌杂，入口即化的豌豆，可绵了，这怎么感觉跟我在重庆吃到的量完全不一样，是来了陕西以后被这个量打给同化了吗？就是还是小碗豌杂14，这是干拌的，底下热酱看着没有了，好久没有去重庆了。这个酱汁贼浓郁，吃下去以后辣嗓子眼儿，还反劲儿呢，好吃也不错。那家豌杂不错，比我在重庆吃的那一家好吃，还不油腻，酱油味儿。我看到有蒜，这蒜可以自己拿是吧？你们想吃找我要。请关灯。现在忘了给你们加啊！现在可以加吗？可以，可以加啊！太好了，香，好吃，过瘾。一个碗来一个就行，谢谢。吃面必备。尝一下这个肥肠面吧，这肥肠面加了好多肥肠，尝一口。很糯啊，煮了多长时间？入口就化了。姐姐想尝一下你的小面，跟我的肥肠面有什么区别？加一块，小面才8块钱啊。我吃过不少汤面，重庆小面真的是汤面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浓郁，特别是入味儿，特别是挂汁儿的麻辣鲜香，贼过瘾。这个汤底会更多的有肥肠的味道，没有人能拒绝肥肠，我觉得好多人是我不吃。好吃，过瘾，不油腻，你看这油可大，没有味儿。我发现最近的节目底下都有好多人在评论，他的嘴有那么大，那表情最可爱了，是不是？太爽了，不知道重庆的孩子吃面剥蒜吗？豌杂上次大家好多人都跟我说是边嚼边吃，边嚼边吃。进满了一个煎蛋，跟你们说，你们吃这种一定要加煎蛋，煎蛋是灵魂。
优秀，没记错的话我还有个饼呗。黄哥是不是有个病？哦，他是重庆人。叔，我是不是有个饼？好，谢谢，太好了，这么赶趟，泡两口，加两口。哎，这饼满是酱汁一蘸，肯定可香了。好吃啊，是吧？你看，没人教我，我都会吃，天生会吃。但是打酱圈给挺多的，一夹又是一顿饭，都已经在发麻了。呜、哦，尝口，我的自制豌杂夹馍。咱们学的那句话，好吃惨喽！还可以再搞点辣子，还加辣椒，那就可辣了。香，还是辣子，是纯辣椒，不像咱那油泼辣子一层油。自己手工搞出来的，是吧？嗯，好吃啊。陕西娃吃啥都是把馍泡进去。哦，肥肠味的泡馍，哎，知道我们陕西不就是葫芦头泡馍吗？是吧？它那种是麻辣味的肥肠味的泡馍。你们来了一定要试试这样吃，要一个饼，泡进去。过瘾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，说明天再聊，明天再见。就拿个酸梅汤。再一个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开心。